Echinocrine saccharoides 的俗名是 Marcella， 它是菊科的成员，它原产于南美洲，从阿根廷到哥伦比亚和圭亚那。它是一种半多年生草本植物，高度约1米，叶子简单狭窄，绿色，边缘呈锯齿状，总状花序的黄色花朵在复活节前后盛开。 Echinocrine saccharoides 通常称为 Marcella， 是菊科的成员，它原产于南美洲，从阿根廷到哥伦比亚和圭亚那。这种植物的高度约为1米，叶子简单狭窄，绿色，边缘呈锯齿状，总状花序的黄色花朵在复活节前后盛开。总之， Echinocrine saccharoides 原产于南美洲，从阿根廷到哥伦比亚和圭亚那。 Echinocrine saccharoides 通常称为 Marcella， 是菊科的成员，它原产于南美洲，从阿根廷到哥伦比亚和圭亚那。它是一种半多年生草本植物，高度约1米，叶子简单狭窄，绿色，边缘呈锯齿状，总状花序的黄色花朵在复活节前后盛开。 Echinocrine saccharoides 的高度约为1公尺 3.3 英尺或3。 Echinocrine saccharoides 通常称为 Marcella， 是菊科的成员，它原产于南美洲，从阿根廷到哥伦比亚和圭亚那。它是一种半多年生草本植物，高度约1米，叶子简单狭窄，绿色，边缘呈锯齿状，总状花序的黄色花朵在复活节前后盛开。 Echinocrine saccharoides 的叶子简单狭窄，绿色，边缘呈锯齿状。 Echinocrine saccharoides 通常称为 Marcella， 是菊科的成员，它原产于南美洲，从阿根廷到哥伦比亚和圭亚那。它是一种半多年生草本植物，高度约1米，叶子简单狭窄，绿色，边缘呈锯齿状，总状花序的黄色花朵在复活节前后盛开。 Saccharoides 通常被称为 Marcella， 是黄色的，在复活节前后开花。